罗伊哦，有主。下一关电极这里哈，哎，谢谢破魔加入徐粉，感谢你哦。来炸掉，随便转个五 C。下一关强化盾反击这里，强化盾反击，这边的话呢？我们点歌，好，这样子好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这边认真转一下哈。可以吗？这边要打20亿哦，应该可以哦。这边感觉是可以多开一个巴哈，这边感觉可以多开一个巴哈，也可以不用吧。好，这边的话，界王拳打过去哈。界王拳打过去，靠背啊，开错技能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是要开那个他的二技，结果不小心开到一技，啊，不过应该没差了。哎，没有打过去吗？啊，没事，再一次。多开一个真伤应该够了哈。好，随便刷，随便刷。再来，七combo追几盾。啊，七combo追几盾这里哈。看一下，被打不死的，再一个，哎，这版面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好，王冠哦，王冠攻前盾，卧槽，卧槽，光珠先弄掉。项羽影片标题，哦，我等下改，我等下改。标题打错了是吗？好，最后这边哦，开同玩档哦，开同玩档，关顺畅模式没有？好，这一关的话呢，直接打他，好，直接打他，我看一下，点光珠，点掉。好，最后一关呢，我们就这个开一开，好，这个打开，随便哈。噔噔噔，三 C， 非常的简单。
谢谢 Jerry。那个我刚标题改了，刚刚不小心打，没注意。项羽的标题改好了，八换八龙会好一点吗？我觉得八有一个真伤不错啊，这关不需要八龙啊，不需要八龙。标题错误，还有为啥要掉两张？因为召唤师闭嘴。